Hello， 各位伙伴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你们的黄老师 Andy，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。今天是3月30号星期二，那3月份的话呢，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倒计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，还有最后两天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日。那今天的话呢，为大家推荐的哈，都是我们的一些结构性的哈，一些机会哈，从结构上来讲的话呢，都还是比较清楚的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欧澳四小时哈，朋友们，那欧澳的话呢，在昨天早上哈，我也重点哈为大家去讲到了哈，是做它什么，做它的一个内回档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哈，对不对？这个位置的话呢，是一个什么 76.4 的一个空点啊，下来的话呢是什么 76.4 的哈这样的一个多点。那这个多的话呢，在昨天哈我也重点说了，对不对哈，没有给到。那今天的话呢，这个位置还是哈，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。只要价格哈再往下踩一脚哈，朋友们哈，在这个区间，在这样的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区间，我们都可以哈去分批去建仓，去做它的一个什么，去做它的一个内回档的这一笔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哈，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。好，除了我们的一个欧澳之外呢，还有我们的一个棒日。棒日的话呢，从当下的一个趋势结构上来讲哈，还是非常的清楚哈。整体上来讲的话呢，还是属于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，还是属于一个多头，对不对？那当下的话呢，结构上来讲的话呢，也是比较清楚，就是一个什么减速通道，对不对哈？这个减速通道也是非常高权重高分的啊，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整体上还是干嘛？还是多头。那这个多的话呢，它也是属于是一个什么顺势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哈，顺势的一个操作。只要价格哈，朋友们再往下能踩一脚，给到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区间，我们在这个区间都可以去进场操作哈，朋友们哈，这个位置我们可以重点的去关注一下啊。这个通道的这样的一个支撑，只要价格能往下踩一脚，这个小区间我们都可以分批去建仓，去做它的一个什么，做它的一个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哈，都是什么结构性的哈一些好机会。好了，各位伙伴，那以上的话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早盘的全部内容。想要了解更多赚钱机会，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。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，将会享受更多的策略以及我们优质的教学服务。那在早盘的最后，我也祝大家交易愉快，我们明天再见。